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杰出风纪快报》。我哋今日邀请到杰出风纪候选人十三号六 B 班嘅陈思颖上嚟同我哋倾下偈。思颖你好啊！你好，大家好。请问你认为成为杰出风纪应该要具备啲咩条件呢？我认为成为杰出风纪应该要诚实、守时同埋尽责，因为我哋有责任成为同学嘅榜样。咁你认为你自己有啲咩优点可以成为杰出风纪呢？我认为自己好照顾同学，当佢哋有需要嗰阵，我一定会去帮佢哋。咁你肯定好受同学嘅欢迎啦。借住呢个机会，你向各位同学讲几句拉票嘅说话啦。希望大家可以投我十三号陈思颖神圣嘅一票，多谢。